那他之前的叫 Neo 奶听吗？还是不是？没有，之前叫 Neo 而已。Neo 而已哦。A 奶听，你知道为什么长那么畸形？他重新签约了。哦，你说？因为在签到期。但这个 A 奶听看起来超烂的。可能可以更好。他看起来有多烂的。想到了 logo 就直接。